嘅。今有蘭安杜麗娘三載回生，杜平將與新科狀元俱有奏折，一説是鬼，一説是人，便憎甚烈。王門官，杜平將與新科狀元上殿領旨。萬歲有旨，杜平將與新科狀元上殿。杜大人，新科狀元心中一片情愁。拜見岳長大人。邊個係你岳長？我有親認親，無親認你。若不是外妻敬岳長，決不在你跟前再拜啊。在牡丹亭上啊，殿上，请先至柳生道坟之罪，然后再审还魂之说。昔日牡丹亭亭官，我自有玄璧之女，平将府决不许破争还阳。老王门，平将奏折之上，罪名你是报窃政策之人，你当时是否看见还魂警方啊？殿上，还魂虽非的目而官棍棍上有蛛丝可证，女学生殓时的遗物啊，攞被呢个柳生一件件抛咗落莲藕塘。啊！柳梦梅，世间只有倩女还魂，未曾听见过有三年复活噃。你又知否发掘私坟已犯了离天罪状啊？主上，微臣又读诗书，当明王例，岂不知破棺有盗窃之嫌，掘坟有问斩之罪，怎奈幽灵托梦说到阳禄将回，想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阎君有回生之意，我上承天德，下遵地义，百罪俱蒙。杜平长，你认为丽娘是鬼啊，抑或是人啊？我认为是鬼魂翻你全台浪。柳梦梅，你认为丽娘是人还是鬼呢？我认为倩女回生太收台。柳梦梅，你年已古稀，心于月历啊，你认为丽娘是肉身啊还是幽灵啊？我认为一半是人一半是鬼，因为是人又怎会死去三年呢？是鬼又怎会重逢世上？主上，勿听柳梦梅妖言惑众。主上，莫信杜平将佢毁衰人上。妖言惑众。然后再传杜丽娘衣冠省殿领旨。
兵善将，分裂御道两旁，再传杜丽娘医官。省点。之说，但事实未见有还魂之事噃。人鬼配婚，善女还魂，近乎歪亡啊！主上，花虽借风雨露，亦可重生；灯虽灭，有爱火，亦可重燃。人虽死，如真情，亦可复活。妾三年魂绕庭边流。待等梅开再还阳。丽娘颇具才气，似非鬼物，是不是退散？到丽娘，今朝上有你至亲之人，姑就赐你出班相迎，再行判审啊！谢主上。佢经我
有怨，曾啊野荡，行得冰清早啊逝亡。掘地同官心一丈，未去冤魂向外扬。今日攻沙不在儿身上，定是柳贞梅要留情。见否清分半，有千载同等。此女是花妖幻性，人身上。重夫庄元妻，岂容你再三毁薄？柳屋门，绝不承认此女是人，我敢断定丽娘是妖。有道不摧妖孽，国运难昌。爹爹，边个系你爹？求父爱，顾不到一直梦里忧欢，只令我难存百年孝义。主上，恨切三尺红罗，臣妾不愿有回生之上。这个，杜丽娘，你不用黑切红罗，孤家再有名断啊！老王们。十问人行有影妖形爬镜鬼爬楼之妖惊蒲叶，全指公娥捧出秦朝照妖镜，杜丽娘对镜整容，露王换看宝镜之中有无变异，花荫之下可有踪影，并着公娥分持蒲叶耍动娘啊婆。明子，thank you。
活人间谁精，奈何老平将不肯认亲生女啊！老王们，劝杜平将妻一品夫人因事衣冠，省点。明子，万岁爷有旨，杜平将妻一品夫人因事衣冠，省点。才得拜瞻朝上，卢夫人为了无媒而合，卢平章不肯认亲生女，柳状元更不让卢平章、主上，为臣妾家中琐碎事，扰族圣功，罪该万死。用臣妾步下金阶，着翁婿两人在圣前谢过。你个不肖啊！结发情千两，骨肉值千金，你何以纵容你夫婿不拜丈人？难怪你爹爹不肯认你。娘亲，爹爹在淮阳打得个流浪好苦将你赐福怀阴公主，想赐庄年万两与夫，五日一朝，十日一拜，回返宫墙。主上，好啦好啦，好来得个娇娇婿，胜负十方。心有伤，你冷面又何须？
行呢？惜才愧破啲情衷，又若败军不愿报头。多嘴啦你，人有良心，祸福殃家。莫将啊，未敢恃住恩情再强浪，待我连忙躬身来拜上。佢系咪打我啊？唔系，佢拜见你嘅。拜见我？系啊，最娘啊！吓，你见否的云天上有两个月光？冇喎，唔见啊！只是一轮红日挂在东墙上啊，特赦好意啫，佢又牵咧我。有心坐至禅屋下，更无善法坏妻。梗系唔见啦！你哋唔见噶啦，等我讲你听咧。一个在天之涯，一个在水中央。